瑞士苏黎世一间幼儿园一号发生砍人事件，一名23岁的中国籍男子持刀闯入幼儿园，造成3名5岁孩童受伤，其中一名男童伤势严重。行凶男子当场被幼儿园员工及一位男性路人制服。警方表示，嫌犯遭逮捕后正在接受审讯，犯案动机还在调查厘清中。